大家好，欢迎光临优酷软件家园。今天我们来学习30仿真软件中如何编写逻辑运算取返指令。首先打开程序，在这里输入 ld 空格 x24 回车，然后输入 inv 回车啊，这是一个取返指令，程序当中表示为45度斜线，然后输入 out 空格 y20 回车，点击转换。在线写入 PLC， 程序进入仿真画面，逻辑运算取返指令。首先 Y20 灯亮，如果 X24 开关闭合，执行逻辑运算取返，所以 Y20 由开始的点亮变为熄灭，如果 X24 断开又恢复为点亮状态。本次课程到此结束。